是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永生，定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见闻皆能造语。我今见闻得殊智，缘尽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讲这个，前信里面呢，已经讲了这个，就是八种，就前面的，这个战胜原则这个八无相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就讲，这个端愿行这八无相。端愿行这八无相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八个这个违愿，那么，对这个作为修行人而言呢，已经断了这个修行的这种因缘。就是说，所以叫这个端缘心啊，就这种心，或者是这个，这种违缘一出现的话，那你从此之后，真正去这个实修的因缘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这个跟就是比前面呢就是更严重啊，就是因为前面呢就是这八种这个违缘呢就是偶尔这个出现的，而这个违缘呢。就真的是你如果是已经具足了前面讲的这个无暇的话呢，那就没办法这个修行了，就完全是你从这个修行的这种道路上呢就是会这个退转了啊，就套上退转了。所以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啊，就一定要啊观察啊，就看看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有没有这些违缘，有违缘的话呢就是要立即的就是依靠一些对治来就是能否这个前处同时呢要这个祈祷上师三宝就是以前就是有的这些修行的违缘呢就是进行这个就排除而以后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前往不要就是遇上这些这个修行的障碍就一旦这个就遇到的话呢就是不要让他就是留存很长时间有些人真的很可怜的心里面很想修法就有些包括这个出家啊就是已经这个舍弃这个家庭啊就是赖这个清净的道场啊可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业力这个出现呢就像昨天所讲的一样有些是业力非常的深重有些是烦恼非常的这个深重有些呢还有这个上面所讲的这些这个违缘然后最后啊就自己的没办法面对就是最后还是融入这个这种实践的这个一些这个红尘里面就卷入到这个红尘里面就是激起可怕所以我们就一旦这个学了佛之后呢就是经常要这个祈祷上师三宝这一点至关的这个重要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呢无法面对的事情就是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威力和价值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就的确也是不可思议的就这样以后呢我们就是人就是没办法面对的呢就是三宝呢就是确实是有这种这个力量就有力量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到这个一些这个深山也好道场就拜见一些这个上师到哪里心处坐都是这个不离三宝的光明就是这是一个真实修行人的一种这个性味就是大家一定要切记。那么下面呢就是将这个端愿这个信八无相呢就是意义的这个说明。第一呢就是将这个为精神束缚就是为境束缚就为境束缚。被今世的财产素有子女亲属当精进束缚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尽情劳作而三暖度日荒废光阴而没有这个时间呢就是去修法。这是现在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就是芸芸众生就是都是为了这个精神的这个
积累就是种种的这个财产、收入啊，然后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子女啊，就是亲人啊，就是天天的是担着担心呐，啊，就被他们呢，就是已经就是困着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呐，啊，就困着非常的紧，然后每天的是为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利益呢，就是开始这个操心，开始劳作，开始呢，就一直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忙碌啊，就是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自己非常珍贵的这种光阴呢，就是全部一扫而这个荒废，就是没有呢，就是真的这个用到这个休息上。很多人都没有自由，可能心里面还是会想呢，就是修行。可是这种这个年头的话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呢，就是被种种的这种外境呢，就是所转，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自己的是从这个。 孩提时代一直到这个老年之间呢，就是没有一个这个自由和这个修行，啊，就没有一个自由修行，啊，就像什么很多人不接受的吧，就是说是这个孩提，是岁父母转，啊，就孩提是岁父母转，少话是岁这个朋友转，年迈是岁，这个什么就是子女转，啊，就是年迈是岁子女转，然后与子恒是无子有，就是我就非常喜欢就是这个字。现在世界上，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的确是这样的。当你孩童子死后的话呢，就是父母呢就是天天的是惯着你，老师天天的是惯着你，一点自由都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就担着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这个孩童喜欢的一些玩具啊，就我们很多人都是。 把这个这些家乡呢，就是这种为是这个室友的。当你这个年轻时代的时候呢，就是为自己的这种这个家属啊，就是亲朋好友呢，就是一直困着你啊，就是一直呢就没有这个自由，就修行的自由一寸剑一刹那也是很难就是空出来。然后你人老了以后的话呢，那你也是只有这个睡着这个子女转的，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一辈子的是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他人的这个控制下，没有。 真实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机缘，所以以前的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完全的是放弃啊，就是精神的一切这个事情呢，全部都抛之脑后。为什么呢？因为精神呢，一直的是就是顺顺他们呢，就跟着他们的话呢，就是始终是自己的这个修行是没有办法这个成就的，那就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对呀，这个自己的。 这种地位啊，感情啊，然后非常非常的这个执着，这样执着以后的话呢，就是，对自己带来了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损害啊，就是损害，就是不能呢，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修行，因为你心里面呢，就是一直是担着这个这些事情，担着这些事情的话呢，不可能是这个你一颗心呢，就是用在出世间，用在这个世间上啊，就不可能的。 以前记得在一个唐代的时候吧，就是叫做是这个文廷俊吧，也是比较一个出名的人。他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王孙莫学多情客啊，就王孙莫学多情客啊，自古多情什么这个孙少年，就是有这么一句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啊，就是王孙是指的是就是跟这个诸位啊，就是。 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你们最好呢，就是不要这个学很多，就是多情，不要这个学多情课啊，因为多情就是对这个情感也好，对，这样的这种执着的话呢，自古以来的是就是损害过这个无数的这种少年，现在也是，大城市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对这个感情呢，对这个这个美色啊。 啊，对这个外面的这个无欲无尘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执着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以后的话呢，就是这种悲喜呢，就是油然而生的，哎，这个没有任何是意义的这种虚假的这种幻想啊，啊，就是单着的如实的这种强烈啊，就非常这个可怜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的，很多人呢。 的确是这个这种执着啊，就是没办法这个抛开的。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在这里啊，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一切的这种这个名闻利养啊，就是特别的执着的话呢，那这个人是肯定这个没有这个修行的啊机会，甚至呢啊，就是很多人们都是为了就是财产呢而这个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就是什么这个人为这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吧？就是人呢，就是为了就是一些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突破血肉啊，就是欲跌。
人呢，就是开始这个勾心斗角的，就是经常这个作战。然后这个肥禽的话呢，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哪怕是一个小虫子尸体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互相争执不息。我们世间人呢，就很多人所奋斗的这个目标呢，就是没有实在的意义。可是呢，没办法，就是当场这种这个旁观在亲，当场在命，就是我们呢看见就是这些人的话呢，为了就是名利啊，就是为了蝇头小利而这样的这种这个苦恼呢，就是实在是这个意义未过。但是呢，你已经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在这个其中生活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知识不悟啊，就非常的这个可怜。所以呢，在这里面已经讲了，就是如果是我们贪着近人的话呢，他的这个人生难得的修法，修法是会不会成功呢？很难说的。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首先要应该要想到，就是自己到底没有。到底堪不没有这个镜子？为什么我们这个修行发要，就是就开启修行门扉为主的很多的这个就教研当中的话呢，就是讲就是第一个要就是堪不近视啊，就堪不近视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对近视的一切都能堪不的话，无论是你是居士也好，在这个出家人也好，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应该会这个成功的。如果你对现实的一切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单着的话呢，恐怕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不管是你的这个名声也好，表面上你的修行呢，就是装的再多么的这个美好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就是有很大的这种收获。所以作为这个每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应该反观自省。那么下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人格恶业啊，就是人格恶业。那么人格恶业呢，就是行情恶劣之人，念芝麻须的这种善良人格也是不具备，所作所为始终都是没有这个障性啊，就是有些这个人格非常这个不好的啊，这种人呢，就是可以说是连这个芝麻须的这种善良人格的这种条件都是不具备的，就这个人是特别特别坏，就是已经你们所谓的这个坏透了，什么这个头顶长转脚底又弄什么，就是还得有这样的，就是整个这个从头到尾啊，就是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好的呢，就是这个人这个言行举止所作所为全都是就是没有一点就是可行度的，就是坏死了，坏透了，就是有很多说法吧，就是那这样的这种人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在这个我们学法的时候啊，也是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我们学佛呢，就是先做好人，在好人的基础上呢，在这个变成一个好的这个修行人呢、啊、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是我虽然在这个社会上是人很坏，但是呢我应该可以在这个佛教当中这个就是出现一个比较就是大的这种事业了，就这也是非常这个非常的这个困难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首先呢，应该要知道，就是这个学佛的人，尤其是修行好的人的话呢，就是一定是这个好人啊，就是因为修行比较好的话呢，就是他与这个世间的一些坏人呢，就是肯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如果世间的这个坏人的行为一点都是不涉及，而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大成就者、大高僧大德，恐怕是这个很困难的，那就很困难的。所以真如这个顾大德啊，就是在这个一些教典当中说的那样，嫡子学识诚可改，平行下念呢，就是是难矣。啊，就是弟子的这个学识，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不太这个有智慧啊，没有文化，就比较愚笨的话呢，那么老师呢，就是一边拉着鞭子，一边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就是逐渐就是让他都做，就是让他慢慢就是学啊，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有变成这个非常这个有智慧者啊，就是有智慧，就这个可以改的。但是如果秉性特别下劣的，人格非常这个下劣的这种人的话呢，就没办法的。一两天的事，你可以呢，就是对他就是做一些这个教育工作，就是然后稍微就是好一点。但是过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又恢复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状态，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就古人也是说是这个江山易改，就本性难移啊，就非常的这个困难啊，就是有些的确是这个人格太这个下劣的话呢，就没办法了。
啊，就以前这个波多瓦给些勉强来一些弟子的时候呢，首先要观察就是他的这个人格，人格不好的人呢，就是他就不会这个摄受的。如果这个人呢，就是人格很不错的，但是呢，就是智慧就比较这个，就欠缺的话呢，就这个上师呢，就是会这个摄受的。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这个教研呢，就是包括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审理道故啊，审理道故啊，还有那个，这个教会甘露明典呢，很多很多的教研当中的话呢，都讲这个人格很重要的，那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跟这个很多修行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是，确实是对这个法王的这个和古达的这些教研呢，就是这个深信不疑的，就以前那个格言宝藏当中也是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女子呢，就是无论就是再改造的话呢，她的这种本性呢，就是不会就是变成这个善良的，就像我们的这个煤炭呢，煤炭的话，无论就是再怎么样这个改造的话呢，那就是，就是它的这种这个本色啊，就是它的这种颜色呢，就是不会变成这个血白。啊，就不会变质去了。就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人格太这个下劣的这种人的话呢，那么就是非常的这个难以这个改变啊，就是难以这个改变。所以说呢，这种人呢，就是即便是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也难转向这个正道啊。就是这种人呢，就是虽然他遇到的这种像那个佛陀一般的，就是具有这个德相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善知识，那么三知识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有无限的这种这个大悲和智慧，可是呢，这个人呢，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就是上师的这个密意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这种这个教诲啊，就是反而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与这个法就背道而驰，所以说。这种人呢，也可以就是成为是这个专修于无想处，他呢也没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啊，没有这个修行的机会。因此说呢，我们要就是对着这样的这种下劣的这种人格的话呢，那现在到底有没有这种这个更改的这种办法呢？就是确实是有关这个一些大的教员来讲呢，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我像极个别人呢，可能自己的这种善根呢，就是中心呢，就是也是就是可能有缘分的原因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很好，后来呢，通过这个上师的这个教研和道友们的这种这个劝导的话呢，有些呢就是变成这个善良的人了。就这种现象呢，就是偶尔会有的。因此呢。自己啊，要观察自己，就是每个人都是相信自己是好人，就是最坏的人也认为是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这是我们凡夫人都有这样的这个毛病。但是呢，人人都觉得你是坏人的话，可能是这个坏人，就是然后大多数的人觉得是你还是不错的话，那就是可能有些人呢，只不过是看不惯你的行为而已。因此，每个人呢，应该就是不要自己对自己太相信了，就是自己呢认为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应该是跟这个。这个文殊菩萨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这不过是极个别人呢就故意欺负我而已，故意看不惯我而已的。实际上我是个好人啊，就是也不能这么想，就是我们凡夫人每个人的都有毛病，因此在这个求法过程当中或者在上师和道友面前的话呢，一定要改正自己的这种过失。智者呢就是经常要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而愚者的话呢就是看那个别人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呢我们要真的变成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这个人。人格是非常重要的，摄受弟子的时候也先要观察的，然后自己也是要变成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就是这方面呢一定要就是详细观察自己。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第三个啊，就无处理啊，就无处理啊，就无处理心。对于所讲述的恶趣也当轮回的过患，或者所精神的何等痛苦，如果内心生不起一丝一毫的畏惧感，那么这个根本不会升起作为屈辱佛法之因的处理心。我们这里就是讲的这个处理心呢，就是处理心呢，就是很重要的。如果对于这个，比如说讲的这个地狱、恶鬼、唐僧的这个，这个如是的这个寒日啊，就是饥渴的这种这个强烈的这个痛苦也好，或者呢，说这个人间的这种这个生老死别呢，以及这个天人的
这个四度和飞天的战争的这些痛苦，或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如今就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身心当中的种种的这个难以这个描述的这些这个痛苦啊。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是一丝一毫的这种畏惧和这种恐惧感都是没有的，还觉得呢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的这个快乐、很美好、很幸福啊！就这里哪有这样的？我原来开玩笑说过吧，就是美国一个导游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这里这个美国旧金山环境多么的美啊，就这里波士顿的城市如何如何的这个壮观啊，等等呢，就是但是我说你不要天天都是探着这样的美国，不然的话呢，你这个相续当中可能一刹那间的这个啊处理型的肾不起来。的确，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可能身体就是还没有这个生病啊，然后地位啊、事业啊、家庭啊，就各方面比较不错的时候呢，觉得是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还是很美好的，还是很快乐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痛苦的。其实他根本没有知道一切由我法皆为痛苦的这种这个道理的。所以说呢，就是一点这种处理心呢，就是在相续当中生不起来的这种人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这个屈辱就是佛法的这种机会和因缘都是没有的。因为他呢看着这个三有呢，就是不像这个祸灾一样的，就是就像这个天堂一样，就非常这个美好。这种人呢就很难就是升起来。尤其是有些人呢可能对因果的这种观念这个不是很好吧，就是一讲起来就是地狱恶鬼旁生的痛苦啊，这样的话心里面一点动摇的是没有啊。就像无垢光尊者呢，就是说是你这个人是没有这种这个信，或者说是你的这个信呢，就是像那个铁球或石头一样的，就以这种方式来这个批评的那种人的话呢，那么今天降诉了多少多少的这个地狱痛苦，也是心里一点反应和感觉都是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是已经断了这个解脱的这种因缘。如果你出离性的因缘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的就有没有这个更高的这种境界呢，就是这是很难说的。那现在可能有些人在说，哎，这个出离心呢就是小乘里面的一个法，我这个修大乘密法的这个绝对不用靠这个下乘的这个出离心啊，那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高罗大萨呢，就是恐怕是不是很这个稳固的就记得这个佛陀呢，就是在这个诗人就是什么地藏诗人经呢，地藏诗人经里面呢也说了，说是这个无底印次和举冷吞大海，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如果有些人呢就是没有这种这个能力啊，就是应用那个这个次水里面的这个河，就是次水啊，这样的，然后它就难道像那个整个大海的是能这个吞出来吗？就是能吞下去吗？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困难的什么这个不起二正法，何能学大乘？就是没有这个修习小乘法的话，那怎么能就是这个学大乘法呢？所以从先宗的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没有就是对这个小乘法的这个基础打好，就这个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那真的这个大乘佛法就是更谈不上，就是迷踪的就是更高的一些境界。所以现在有些人口口声声说，哎，这个出离心小乘的什么这个比丘机觉思机这些都不要谈，我就头痛，就是我不愿意听这些，我是安住在自然本质当中啊，不需要，我是瑜伽师啊，什么都不用，不要谈，什么都不执着。但你不执着的时候，就那些就是不愿意听，就是就像有些这个电影和电视里面，就是有些坏人的话呢，就是他就比如说有些这个关于法律上啊，就这些就是念电视的不准看，就是把这个就不愿意就听了，就是然后因为他自己还要干坏事啊，就所以说他外面的一些这个法律啊，就这些都根本不愿意听一样的，那这是不合理的。那真的是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基础就是这个别解脱机的这个法或者是这个出离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修行的人自己应该这个观察，你愿不愿意就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你连这个解脱的心都没有的话呢，真的这个学法的这个方向就是现在是还没有搞定的。不过现在大城市里面很多人呢的确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单住这个精神的人比较就是多的，一下子一降到就是不要说是这个大圆满和一些无上密法的境界，就是这个
处理性的这种境界一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恐怕是不能这个接受的。所以我们很多凡夫人呢，最好不要这个高谈阔论了，不要呢，就是认为是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平时我们听到的这些这个非常这个艰难的一些教言的时候的接受不了的话呢，那么更高的一些境界和更高的一些这个坚信信果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可能要这个遥指千里啊，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遥远。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就是这是讲的第三啊，就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无有这个信心啊，就是第四个是无有真心。如果对真如果对真实真法与上实连一丝一毫的信心也没有，那显然已经封闭了佛法的这个入门。这样一来，也就不能踏上解脱正道。真的是这个阿支摩切的每一句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让这个记住。就是那天我们学院里面有几个别人已经发愿在我面前，就是背诵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就是希望你们背得非常这个圆满啊，就是一定要，如果你真正能背上的话呢，我倒是也是敢保证，就是肯定你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就是所以以前也是有很多人就是背诵，就是其实这个能背诵的话呢，就是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这个教言啊，能这个记得住。如果不能背啊，或者是我们光是书上啊这样这个囫囵吞枣琢磨观化的话呢，里面很深的那些语言的话，恐怕是这个记不住的，就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所以这里我都是这样想，每一句就是这样的，哎呦，这个都永远的记在心里，是多么好啊！就是在这个20年前我听这本法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就有这种这个感觉。每一次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金刚语言呢，跟现在世间的任何一个语言都是不相通的。所以我那天看到一个世间的这个书啊，世间书里面说是这个起码也是每天都是最少也是10分钟呢，就是要看书，就是要看书，或者的话呢，你自己的这个智慧每天都是要充电，要增加。就是如果没有增加的话呢，你的思想会停滞的。就是这个人啥还是很有学问的人，这个写的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的智慧呢天天都是要增加的话呢，那出时间的这么好的这个法呢，就是我希望也是大多数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各位呢，就是还是对大圆满前行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每天都是要这个看一遍，要记一遍，这样长期的久而久之呢，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有非常深的一些这个影响。所有的修行人呢，并不是这个一天就马上就是长得很高了，就是不是这样的了啊，就是一定要就是通过长期的这个修行。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是非常成功的修行非常好的那些老菩萨和老修行人的话呢，其实他们在一生当中呢，就是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就开始最后就是得出了这样的这种这个成果啊，就所以。那么下面呢，就是这样那个，就是无有准心呐，就是如果对这个真正的佛陀的这个教法正法和，还有呢，就是给我们传讲那个真实这个不虚教言的这些上师呢，一点这个信心和这种好感的是没有啊，就是对他们好像心思一般。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法本的话呢，就是来了以后也是啊，这个是一张报纸，很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然后给你传讲这个最深深发要的那个上师和法师来了的话呢，你来了，这个好好好，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好好好，拜拜。一点就感觉都是没有的话呢，那说明呢，就是这个已经这种人呢、啊。就是封闭了这个解脱的门，封闭了就是这个入佛法的，因为这个信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啊，这个信心呢是也可以说是一切法的这种这个前行啊，就是法的前行。我们平时呢，就是佛教当中呢，就是经常那个强调，就是信心和智慧是很重要的，因为智慧没有的话呢，不可能通达就是一切万法的真正的这个实相。然后这样的这个实相呢，就是依靠信心来这个进入，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你也不可能是就是要这个进入这样的这种法啊，什么这个龙目菩萨就是所讲的那样，就是什么居心故意法啊，居慧故之真啊，就是居慧故之真。然后什么这个慈耳诸为慧，前行即信心啊，就应该是报满了是吧？已经讲了，就是说是这个
什么啊、这个因为这个有了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你可以会依靠佛法啊。没有信心的人呢，现在多少人呢，就是根本他不看这个佛法的，不去这个求佛法的。然后有了智慧的原因呢，你可以通达就是人我法我，或者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个四法印的道理等等，就是你可以的。那其中呢，就是智慧和什么那个心性当中的话呢，智慧是占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智慧呢，就是可以通达就是万法的真正的这个实属地和深义地的真相啊，就是深义地和实属地的真相。但是要如这样的这种境界的话呢，你必须要依靠这个信心来推动啊。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就绝对。如果信心非常强烈的话呢，就像报信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书生的这种深义地也是依靠这个信心呢，就是可以证悟啊，就是可以证悟。因此呢，就是我们要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信心呢，就是的确也很重要的。一旦有些人呢，看这个人一点信心都是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入这个佛法的这个门的是没有的啊。就是从他的表情上也好，从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些老修行人，有些老居士真的这个信心很不错的。虽然他的这个通达万法的这种智慧呢，不一定就是很具足的，但是有了信心的话呢，他永远呢就是不会在这个这个佛法的这个光明当中呢，就是会这个退转的。虽然有些人是有智慧的，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他肯定会离开的。比如说你一个人呢，就是对一个上师呢，就是有信心的话呢，他在这个五年前的话呢，就是也是在他身边。然后过十年以后的话呢，因为你这个人呢对这个上师有信心，就是所以呢，就是还是在这个上师面前呢，就是天天有时候就是受到这个赞叹，有时候受到批评，就是凡是这样这个风风雨雨的，就是每天的事就这样过着的，就是还是这个。让这个过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呢，就今天就是上师说，就你做的饭不好啊，不好就不好，就你要找一个做好的人吧，我去做了，就马上背着报纸做了。所以有些人呢，真的是那个心性呢，还是很关键的，那就心性很关键的。再加上有些这个一直上师也好，发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心也不要太小了，就稍微。说一点点就马上就已经这个就离开了，就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呢 我们经常修这个安忍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的时候不可能不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叫做是具真世界，就是具真的话呢，具有各种真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什么都听不到，就像是极乐世界一样，每天都是这个散仙话，每天都是瞻仰歌声呢，除此之外什么这个声音都没有，不是这样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各种互相这个你躲我站的，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们有些人仍然你特别这个弱就是稍微有一个句式呢，就是说一点你，然后呢就从此之后再也不离了就是再甚至有些人呢，就是我再也不去这个道场了，就是这个人太可怜了。就太可怜了就有些发心的人呢真的是你做的这样不好，你不要这样的做的不好，那我明天以后再也不做了，好，你自己交代，就开始这个离开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应该自己我觉得是有些高僧大德和有些修行发心非常成功的这些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违缘一些这个就是障碍但是呢，就是他能这个忍得下来，就是我都像那个真的是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话呢他不管是这个摄受弟子也好，建立道场也好，还有这个弘法尼僧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就是这个诽谤，还有呢有些人就是做种种的一些这个过失等等，但是呢就上师如意宝就是觉得是他的这个原则和方向没有错的话呢，就是就不在乎这些，所以我们以后要自己这个学习也好，然后那个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呢，要有一种这个这个坚强的这种忍耐性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心性的这种这个标志，就是心性的标志，就是你们自己看那个鲍曼伦的讲义里面，应该他有这样的这个有智慧的标志和这个什么心性的标志，就是这样的两个，就是心性这样这个心性标志的时候呢，他不会离开法的就是不会离开这个上师的，那这是有这个信心的标志。
所以说呢，这个有信心的人呢，最好是不要这个离开就是上师，也不要离开这个法，就是你今天就是学这个法，然后明天信心退了，就是退了以后呢，又发奋这个机会去，又到另一个道场去。好多居士啊，有时候是看他们的行为很累的，就真的是这样反复来来去去，就是一无所获，一无所得，就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意义，还是要这个。长期的就是一直这个法啊，就是一门深入的，就是所谓的一门深入，并不是你只看一个这个阿弥陀经，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看，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是对自己这个所依止的这个法门和宗派的话呢，不要这个换来换去。你换来换去的话呢，有些人刚刚就是一直一个上师，就是他的衣柜呢好不容易卸下来，然后这个衣柜刚卸完的以后呢，又要就是看见更旁一点的上师，就是然后呢啊，这个上师都。庄严呢，多可爱！我闭着眼睛的是对他起无比的信心呢。我今天一定在你面前五体投地的要向这个皈依你啊，就祈祷你啊，你永远都是我的护主啊。然后一年两年以后，就是这个护主呢又变了，这样不好。下面就是讲那个就是喜爱恶行啊，就是讲那个喜爱恶行。喜爱恶行的话呢，就是第五个就是讲喜爱恶行，喜好不三，恶行之人，三门戒要不循，用原理速生功德，具真法于千里之外。那么这个就是说，非常这个喜爱，这个僧可以三门呢，就是做一些这个不如法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自己这个相续就是不跳入刚强难化，那么他呢，就是就远离一些这个温思修心啊，对三宝的这种这个恭敬供养啊，就是一切的这些功德。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肯定这个于正法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啊，就是于这个正法呢，就是完全是这个远离的啊，就是远离。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前世的这个业力吧，就是对这个三法方面呢，就是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兴趣，然后这个对恶法方面呢，就是还是这个心智勃勃，就是非常的有这个信心的啊，就是有信心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也是很难以这个对峙的。就是阿琼堪布在《前行备忘录》里面呢，就是说那个喜爱恶行呢，就是无以对峙，就是说是每天都是这个特别，怎么说啊，就是喜欢这种恶行的，就是生可以造诣的这种人的话，很难对峙，可能没有对峙。我认为呢，就是可能很难对峙的。那这种人呢，因为有些人真的很坏的，就是让他那个好好的这个心思佛法的话呢，就是他一点兴趣都是没有的，而让他整天都是现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造恶的这种这个机会啊，比如说这个上网呢，就是天天都是做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然后就是打麻将啊、喝酒啊、抽烟呐、还有这个杀生呐。就是更可怕的，有些种种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吸毒啊等等，就是现在这个世间和出世间，就是一切这个未别的，就种种的一些这个恶力。那这些人的话呢，就真的是很可怜的啊，就很可怜的啊，就是我们像那个。歌演报藏人的时候呢，专门讲有一种这个就是恶行品呐，就是有些呢，就降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恶劣的这个行为。那这些人呢，就喜爱这些就是恶劣的这个行为。这是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人呢，可能跟那个自己的这个业力啊，就是有关系，就是让今生当中呢，怎么样也是不能就是跳入啊，就是恶人诸你也粗暴。然后真实呢，就是铸成也文顺，就是萨迦格言里面也不是这样讲的嘛，就是有些恶劣人的话，即使他住在寂静的地方的话呢，也很粗暴的，很可怕的。说实是我要闭关，就是在寂静地方跟谁的就是不接触，可是呢，一借助的时候呢，就是差点不是把他这个吃掉，就很厉害的，就是你住到寂静地方，就是哪怕是这个一万年，也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呢就没办法就是变成跳入，就是。但是有一些山里的人有。
智慧的人的话呢，他不用闭关，就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话呢，就像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像那个骏马一样的，就是他的这种，因为他是高尚忠心的，高尚忠心的人的话呢，行为也是很温顺的，就是很跳入的啊，就很跳入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恶人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很难以就是改掉。这种改掉的话呢，就是恐怕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就有些人的话呢，好像真的没有这种真实的这个善根一样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罪恶恶行方面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又兴起又欢喜心，而三方方面的话呢，就一点这种希求心的是没有的啊，就希求这种人呢，就是按照那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净庄论的话呢，就是端举这个戒头缘分的人啊，就是端举戒头缘分的人，什么这个一向性恶性啊，普端住白法啊，就是一心性恶性，就是普端住白法，无有戒头分三少业无因啊，就是三少业无因。意思就是说呢，一性的这个像那个造恶业，就是喜欢恶性的，喜欢恶性的人的话呢，那就他完全的断掉了一切这种拜法，就是意思就是三法的这个缘分，而没有这个戒头的，就是这种缘分，就是念这个三法方面的话，一点的这种因缘都是没有的。但后来某方人波去解释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接触三法的一点因缘没有呢，就是这是用一种这个否定词啊，来就是说是这个人呢，就是对这个解脱是极其遥远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呢，就是他就永远不可能这个解脱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他不具足如来藏了，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说呢，这种人呢，就是暂时哪怕是来多少个这个佛或者是善知识的话呢，很难以这个救度，就是以从这个角度来这个解释的。因此呢，我们呢，就对这种人是怎么样这个对峙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像就喜欢那个做恶业的，就看那个喜欢恶事的这些人呢，有没有对峙呢？马中康姆说没有对峙，那我也想不出来最好的对峙方法。喜欢打麻将的，看电视是不是？还有每天都是玩手机的，还有做很多一些非法的这些人呢，就很难对付。真的，有时候将来也是没办法的，就是将来也当耳边风，就是跟他怎么样讲也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所喜欢的这个是很好的了，就因此就是。恐怕这个三知识说了也不一定，然后发奔看了的话呢，就是他也就是生不起兴趣，就这样所以这种人还是很难跳脱的。如果我们专身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佛法呢，就是也没办法这个希求，就是这也是一种无暇啊，就是这也是无常。然后第六个是这个心理正法啊，就心理正法。对于不具足三法功德与正法光明的人来说，就像在各个面前放青草一样，对正法毫无兴趣，结果呢，自相续也是不会升起功德。有些人刚才是喜欢恶法方面来讲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对三法没有兴趣，就是他的这个不同的侧面来这个讲的吧，就是对有些人呢，就是对三法，比如说这个闻思修心呐、放生呐、这个听什么那个就是听经呐，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功德，这个正法光明方面的话呢，就是一点都是这个兴趣都是没有的啊，就像是够面前放那个草的话呢，就是不会这个。他生欢喜心，如果我们牦牛面前放草的话呢，就是他生欢喜心的，然后狗面前放草呢，就是他就一点就是感觉都是没有的，或者我们平时说的是牦牛面前放那个骨头就这样他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兴趣一样的，就是那就是真法呢，就是法本也好，然后这个一些上师的这个传讲的这些深深的教言的话呢，对他来讲是兴趣索然，那这个我们平时有些人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然不信佛教的人呢，就我们暂时不谈他们，信佛教的人当中也是有些人呢，比如说
抓到了一个法本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欢喜，好像获得了这个如意宝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得到这个法本的时候，从他的表情上也是可以看得出了啊，那放在这儿吧，放在这儿吧，没事，就一点感觉都是没有的。就那这样的话呢，这种人呢，就真的是这个自相续当中呢，就是生不起什么这个功德。就即使他活这个一百年的话呢，就是恐怕是那个真正的这种智慧啊，就信心呢，这些都是生不起来啊。就一切好像在这个法句经吧，法句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如人数百岁，邪这个邪为无有之，不如圣以一人，一心学正之啊，就一心学正之。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呢，就是虽然这个活了一百年，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邪见呢，就是伪装的这种这个行为啊，就是没有这个产生真实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就是泄密养活，每天都是做一些这个就不如法的这个行为。那这种人呢，就是不如一个人呢，就是活一天。就活一天呢，他能接受就是真正的这个智慧，就是一心当中呢，就真正的这个就接受一份这个智慧的这种这个意义大，就是所以有些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到呢，就这个人活的这个时间很长的，可是呢每天都是这样的浑浑噩噩当中啊，就是每天都是没有什么真实的这个实在的这个意义。这是我们在社会上也是比比皆是，就是就我们的这个身边呢有多少个人呢，有时候看到这些人真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为了就是这个吃饭，为了这个睡觉，为了呢就是跟这个人呢就是交往而已，就是不断呢就是在轮回当中有生有死有生有死，就是这样不断的就扭转啊，就是辗转不停，就是可是自己呢就是一点都是不知道就是没有感觉的，很可怜的就懂佛教道理的人呢，你如果好好想一想，就是世间当中有无数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是跟这个人一模一样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叫做是心理正法就是也没有这个修行的这种机会。即使你修了，也是你心里面呢就是不会产生什么功德，因为一切这种功德和一切这种精进呢，就是依靠你的心性和依靠你的这个恭敬心来得到的。这一点很重要的，比如说你今天呢就是求密法，求密法的时候呢就觉得啊，这个密法是真的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所宣说的微妙这个精华，我有非常难得的机缘呢，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份恭敬的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依靠这个传承这个上师们的加持呢，对你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也有这个改变的。如果你把它就是看着一个一般的一种这个教养的话呢，恐怕是根本得不到的不要说是我们这个真法，就是念实践的一个，你参加一个开会或者是参加一个培训班，然后你当时的这种老师所讲到的这个知识呢，一点兴趣都是没有的话呢，恐怕是只是你这个混时间而已，就是根本呢就是得不到任何的这个收获所以呢就我们这个修行呢要观察自己，如果自己的心呢就是对这个法心性不打的话呢，一定要就是想起一切办法，就是对诸佛菩萨和一些上师的这个功德啊，就这些要产生一些兴趣。如果兴趣实在生不起来的话呢，你对这个法就是产生有种觉得是了不起的话也可以的。昨天呢有一个居士给我说啊，说我现在就是对这个密法就是生不起信心，怎么办呢？我说就是你看一下那个就是密宗那个七传呢，就是密宗这个身心记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密宗七传，还有呢就是念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对称狼爸的这个念是插图游记啊，就这些看一下。后来就是他们看了一下，就是有几个人看了以后的话呢，说是哎真的是就很了不起啊，就是这些神是真的了不起啊。我说你如果心里面产生一个真的了不起的这一个信的话呢，这是对密宗和对密宗大德的一种信心，就是如果你不是什么嫁妆的，你真的觉得是这个神是很了不起，这个法很了不起的话呢，这是一种这个信心的标志。然后慢慢呢，你的这种这个境界呢就是会这个出现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些人真的是对这个佛法的功德生不起信心的时候呢，看一些上师们的传记看一些那个就是前辈高僧大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你会就是产生一种仰慕之心，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跟这个原来的这个想法是不相同的，否则的话呢你
看这个什么电视啊，看报纸啊，这里面就是整天的事，就是世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精神来世的意义。下面就是这样第七个问题，就是像这个会换驴衣啊，如果啊进入了共同成一合，退失这个发心，或者是释怀驴衣，那么啊智慧堕入恶趣而别无出路，解脱呢啊就是不能无暇之处啊，就是解什么啊脱离就是脱离不了无暇之处啊，就是脱离不了无暇之处。那这里说这个如果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别解脱界，这个小乘的别解脱界，已经释怀了这个律仪啊，就是戒律啊，就比如说你是出家人的话，那就破了这个出家的戒，你是居士的话呢，你这个居士戒已经这个破了，然后呢又进一步的屈辱了这个大乘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大乘的，就是大乘的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这种树了这个菩萨戒，然后这个菩萨戒呢就是也已经这个释慧了啊，菩萨戒已经释慧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人会堕入到这个三恶趣当中去的啊，就不会呢就是有真正的这种这个解脱的这个机会，那就所以说呢就是也是就是属于是一种这个无暇之处啊，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沙弥无师颂里面呢就是婆姐这痛苦也长获福果，是吧，婆姐这痛苦也长获福果，获得福果，是吧，我们这里很多人背诵啊，是吧，就是这个破戒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今生来世都会痛苦的，然后这个因为破戒的原因呢对这个将来啊就是获得福果呢就是有一定的障碍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首先呢就是要这个自相续当中树一份这个戒律依上啊，就是是极为的这个重要，然后这个树了这种戒律依合的话呢应该就是尽心尽力的这个树护啊，就是如果你用这个戒律呢没有这个树护的话呢，就是你的这种自相续啊就是与这个恶法的话呢就是很想适应的，因为凡夫人呢一般就是不愿意就是有这个束缚的，如果没有任何束缚的话呢就是他觉得就是非常这个快乐的，但是你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其实也不能就是做成真正这个功德的这个受益啊，就功德的这个受益，因此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戒律的话呢就是一切功德之根本啊，就一切功德之根本以前那个心底观境吧，就是心底观境里面呢就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入佛法还心为根本啊，就这里面先讲的这个心性的重要性，然后呢就是度说这个度生死合啊，就是度生死合戒为传法啊，就度生死合戒为传法，说是这个要度过这个生死大海生死的这种这个江河啊，就是生老死病的轮回的这个江河的话呢，那么一定要依靠这个戒律的这种这个传旨戒律的这个传法呢，就是才能就是达到这个解脱的这种这个彼岸，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进入这个别解脱界，也没有呢就是获得这个菩萨界的话呢，那么我们先种当中的这个共同称啊，就是共同称的话呢，就是共同称的这种功德没办法的，然后如果这个共同称的这个功德的所以都没有的话呢，那跟上一层楼的这个密法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超胜的境界啊，就是对你来讲是这个非常的遥远的，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呢、啊、就是会坏这个菩萨戒和别戒堕戒啊，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没有好好的这个重新会悟忏悔的话呢，那这个也就是属于这个八无暇里面，就是也就是属于这个无暇当中的。当然这个前行备忘录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如果一个人呢就是刚开始这个受这种戒律啊，一直呢就是没有这个会坏就是戒律呢就是一尘不染，就非常清净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苏尼这个法床者就非常的伟大，就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一个人呢就是虽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受了戒，但是和
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呢，就是已经这个破了戒，或者是释怀了这种这个女意。但后来呢，又开始这个在这个有关的这种所以面前呢，就是进行这个忏悔啊，然后呢，就是重新就是就开始这个受持。这种人的话呢，就是这个摧毁这个魔床啊，就是树立这个身床者。所以说呢，这也是使这个佛法的这个弘扬者或者是修行人。所以说我们实践当中呢，如果是刚开始的这就像我们实践当中的有些这个高僧大德也好，有些护法居士的话呢，他第一次的这种这个不管别解脱界菩萨界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坏坏过的。这种人呢，就是在这个就像这个拈花一般的字，就是与你不染，就是非常的这个亲近，就是来世也是这个自己前往清净刹土的。但有些人呢，因为就后来的这种这个种种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戒律有所损坏，可是呢自己也是有惭愧心，有后悔心，然后呢在相关的这种这个所依面前呢，又再次的这个戒束的话呢，这也是可以属于那个就是这个修行者啊，就是修行者。因此呢，他这里讲是，如果这个真的这个绘画一直是没有这个恢复的，这种人呢，也是使这个不能就是有这个真实的修行机会啊。这是这样的第七个，然后这样的第八个呢，就是实会誓言啊。如果进入迷尘意合，以上是金刚道有对境，而破三昧一劫，那么不仅自是恶果，而劫也殃及他种，当然也是有就断绝了这个成就的缘分啊。就这是这样的这个迷尘啊，一般呢就是迷尘是这个得到这个观定之后的话呢，就是有这个疏忽誓言的这种机缘。然后你进入这个迷尘之后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三法恩的这个金刚上师，还有呢就是通信道友啊，就是通信这个道友呢，开始这个作为对境，就是破了这个萨弥耶戒啊。就是虽然我们密宗当中呢，所以有这个千千万万的这种这个誓言呢，有些上师呢，有些这个密宗的教员里面呢，就是说是把这个石头啊，把土粉呐、这些的是自作为这个自相的事由的话呢，也是破誓言者。但是有些后来的上师呢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凡夫人呢，就是不执着的这种这个凡夫人是没有的。那这样子凡夫人全部都是就是不会有这个清净誓言者，就是应该有这种这个过失。所以呢，一般这个发完如意宝为主的后来的很多的这个上师们呢，就是说这个对事物的这种实有的自足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不是严格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你执着也是不会破誓言的。但是你真正是对这个迷宗这个金刚上师呢，就是有一个严重的矛盾，就后来一直没有忏悔。然后金刚道友之间呢，就是有严重的这种就是互相抵触啊，矛盾啊，然后从此之后呢，你就完全把它称了就不共戴天的对敌人啊，就是你的这个怨恨的这种对数，那样的这种态度来去进行呢，就是对待的话呢，那这个是叫做这个破誓言者，这个一定要注意。虽然这个誓言呢，就是有这个无数的誓言，还有呢有上师的僧克仪的誓言，还有呢就是有27种誓言、14种誓言等等，就是密宗的戒条是相当多的。但是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每次观点、每次传密法的时候呢，如果金刚道友与金刚道友之间有一些比如说口角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说话的话，那就是你按理来讲是应该就是没有过意之前要这个忏悔。但是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平时互相有不说话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不能就是进入这个密宗的探证或者是共同这个问密法啊。我们最近呢也是在学院当中给大家准备讲那个无上大圆满的这个原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我们这个道友们呢也应该这个注意，如果互相这个不说话，就是或者互相有自己也觉得是这个人跟我之间呢就是不说话，就是非常这个有严重的话呢，最好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互相这个忏悔，就是在这个法师也好，其他的这个人面前，就是互相把这个事情呢说清楚，就是互相的应该有这个忏悔。如果就是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两个人都是绝对不能就是进入这个密法的这个贪嗔和这个忏号当中啊。就这是我今天呢就是再次的给大家讲的，因为这两天呢就是马上要出案的话呢，我本来想是就是明天。
天给大家宣布，但是后来呢，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人多的时候，有时候呢也很不好说的。一般来讲，我们这里所有的金刚道友呢，非常这个和睦相处，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我的心目当中是这样这个想的，人虽然多，但是呢，大家都应该就是会这样。但有时候呢，也很难说，万一有这样的话呢，那我这次这个传名号的时候也是，最好就是不要有。一旦有了，后来发现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停止这个传法，要么呢，就是当场就是离开，就是最后后来发现的时候肯定会这样的。这一点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问别人，就是你跟这个其他人有没有非常这个好像跟这个敌人一样来就是对待的。那么有这样的话呢，不用问别人，就是你就亲自找，哎，你是不是我们俩不说话了？我好像你经常我看见你的时候呢，你就绕着我住的，就是因为那天我上来的时候你不是下来了，你一看见我的时候你就从那边过去了，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意见的话呢，就是那么这几天我们说话好不好，然后传完了法以后呢，我们再看看。否则的话呢，就可能听不到法了。这样，的确，我们这个就是如果就讲到这样的这个就是，尤其是上师说一报一再讲那个这个对上师和对那个这个道友就是有矛盾的，就不能就是参加，就是依赖都是这样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种人也是断绝了这个成就的缘分。那这里面也是这个华智仁波切也是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一定要就是注意。上述这八种无暇就是原理妙法，也称为呢就是解脱这个灭，就是解脱灯灭。因为这上面的这些违缘具足的话呢，你这个解脱的这个灯啊，就是已经这个灭了，就是没有这个希望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有真知真见的人呢，还是要观察上面的这些违缘就是具不具足，然后前往呢就是不要以这些这个邪心呢，就是跟自己的相续呢就是并存，就是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的话呢，那么经常啊就是是观察自己呢，就是自己的这种相续呢，就是不会以这种怎么恶行呢，就是相容啊，就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身口意呢就是极为的这个快乐。就是佛经里面呢也是记得，就是有这么一句，就是说是这个无随谢也什么行诸恶案啊，就是无随系也心主恶案，事实无还，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自己的这种相续呢，就是以这个邪心啊，就是邪心，就是恶心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相处啊，就是相处。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心主恶一切行为的话呢，就是都会快乐的，不仅是精神当中快乐，乃至这个神神事实的话呢，就是都这个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后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因缘或者是这个过失就还记得这个妙法什么那个法华经吧，法华经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就是叫这个长野暗影就是长野暗影多数绕影就是我记得长野暗影多数绕影，意思就是说呢，如果真正这个观察三门的这个好好修行的人的话呢，那么这个漫漫长野的这种当中啊，就是也是这个不会有畏惧，就是获得非常的这种快乐就是得到了就是无穷的这种利益，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佛法呢，真的与自己的性的这种本体相应的话呢，其实也是快乐就是平时在你生活当中呢，没有什么这个忧愁的。修行好的人呢，包括他的这个面容也好，他的这个语气啊，各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忧愁，就非常快乐的。也没有修行呢，修行不好啊，这样的这种人的话呢，始终都是有一种这个急躁，或者是心里面就是有一种痛苦啊、悲哀、伤心啊，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感觉。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始终都是以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诲。就什么这个教会干部呢，就是与自己的心呢就是完全这个相应，然后呢就是过作就是非常这个就是有意义的就快乐的这个悠闲的一种这个生活。好，讲到这里。
天我们这个实修法就是讲的是观无常的，这个实修当中呢，应该是最后一个实修引导，主要讲这个泥里希求而观无常啊，就是以泥里希求而观无常。这个观法呢，就是也是皈依和发心以后要想到，就是不管是我们去到哪里啊，就是哪里去，就是到哪里去的话呢，就像是自己要观想我会不会死在这里啊。比如说你放假的时候呢，你可能离开学院就是回去的时候呢，你就路上想，哦，我可能不会回来的，我会死在这个寒地，就这样心里面也是这样想。或者你到一个地方，你上了个阶梯也好，进入这个屋子也好，或者是你赶路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啊，我可能是会死在这里啊，就这是始终都就向着这里，你住这个什么这个旅店也好啊，住一个人的家里，我会不会就是死在这里？应该会死吧。或者平时我们吃饭呢、散步啊、睡觉啊，还有一些做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可能时间当中，我这个最后的一次啊，最后我一次吃饭，最后一次做，最后一次我给别人这个交流啊，就是应该始终都是有一个这样的这种心的。以前的高僧大德都是这样的，我明年肯定不会存在的，明年肯定不会有的，每个人都是。那天我遇到一个上师啊，就是然后他说我明年肯定不会存在，我说是你在十年前也说是明年不会存在，这是修无常的一个标志，明年你肯定存在。我开玩笑也是有一个怨气，就是我说你肯定明年存在，你十年前也跟我说是明年不存在。真的我们要修无常的时候呢，就是明年肯定不存在，明天肯定不存在，应该这样这个想啊，就这样啊，就很强烈的这种这个无常心呢要经常灌，就这样灌的话呢，确实对这个修法就还是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无常心，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的，我在十年以后呢干什么，我在20年以后呢准备做什么，就这样一做的时候呢很多修行是不会这个成功的。你像这样的话，那我10年以后可以修行了，20年以后我可以修行了。所以中间呢，我告世间法一直有这样的这种恶念，所以我们要观想，就是一切行为是我最后的一个，就是应该以这样的一个道理上呢，就是观这个无常。好，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